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？不知道吧？拿螃蟹去了。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，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，可金贵了。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。在我家呀，这螃蟹是这样分的，一箱一共八只，我媳妇儿六只，我两只。啥？一人四只？那是你家，我家就这两只，我还得抓紧时间吃，要不然哪个？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，我留给二米粒儿。二米粒儿啊，我从小看大的，这孩子可善良了，我要给他吃，他吃比我吃还香。放在墙根这儿，一只，两只，还有六只。我进去给完了，我回来拿着就走。二米粒儿，二米粒儿，哎，小姨子，这，我的天哪！听我说，我的朋友啊，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，是是是，赶紧尝尝鲜儿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，哎呦，这可太稀奇了，金贵。哎，从他们小姨子来了。哎呀，二米粒儿，不用他传达了，我南方的朋友。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，尝尝鲜儿啊！不是，行了，我走了，来不及了。不是，你吃了饭再走呗。这小姨夫咋的了？可能是有急事儿吧。哎呦，你这干啥呢？买奶粉去了。是辉山的吗？必须的呀，咱儿子最爱喝的辉山马瑞奶粉。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咱们辽宁的自主品牌。是。我听说呀，便利店都卖火了。是吧？啊，来，螃蟹呢？谁拿走啊？不可能，刚才我碰见他了。小姨夫，你咋又回来了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我看、这个、这是你的呀？这不是我的，但是呢，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，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？我拿进来的呀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，我就给拿进来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哎呀，张总，张总，哎呀，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，这张总就说啊，他从南方弄了一箱个特别金贵的大闸蟹，第一网的，非让我尝尝鲜。我说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你自己吃呗。对对对。哎呀，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，我又还给他司机了。是，咱肯定是他司机啊，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。太客气了，这张总。是是是。顺风，哎，你是钱总？是啊。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？什么？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，啊？哎，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，多没意思啊！咱还给人家。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？不就一箱大闸蟹吗？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？就是。去去，走，蒸上去。对。对。喂，媳妇儿啊，螃蟹拿到了。对，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就是跑了。壳坏了，我挣脱绳索，四面八方的跑啊，一个都没了。喂，哦，是啊，媳妇儿呲着大牙等着吃呢。你说这，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？哎，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？一共六只。啊？还真是六只？对，不对不对不对，等会儿我看看。这种包装的大闸蟹，应该八只啊，加上我那两只，啊？啥意思啊？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啊，就是我那两只啊，和这六只是一家的。啊，对对对，可不一家子嘛，大闸蟹嘛，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，那、一家子嘛。啊、对对对对对。啊，对，那个二米粒，你们就两口人。嗯。吃八只大闸蟹，吃得了吗？哦，确实吃不了。怎么吃不了啊？咱家人多呀，咱们两口子，啊、大姐大姐夫，咱爸咱妈，小米粒儿妞妞，正好八个人嘛，八只大闸蟹嘛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算，
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，这样吧，咱俩吃一只，俩儿子吃一只。行。哎，这是大闸蟹啊，极寒之物，极寒，小孩不能吃的，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。哦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对，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。行，俩孩子不吃了。嗯，大人吃八只正好嘛。正好。妞妞，妞妞也是小朋友啊，他吃了以后拉肚子，不行的。那妞妞也别吃了。哎呦，妞妞要是不吃的话，那还真是多一只。还真是多一只。那就给小姨夫吧。小姨夫啊，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，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你那样，不是一只嘲笑我？我没嘲笑你，这啥意思？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？我知道你不在乎。你坐下。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我在乎的是亲情。哦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你说，二美粒儿，我是从小把她看大的。是，那时候这么高。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，他在雪地里吃饼干。哦，看见我过来了，他流着大鼻涕，把蘸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，就往我嘴里塞。亲情，我为了亲情，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。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，自个大鸭在家等，我背给他，我给你们。小姨夫啊。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，我今天特别感动。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。这样，小姨夫，我再给你拿一只啊，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？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，我们也够吃了。哎呦，太好了。我电话啊、哦、你小姨的哦，小姨电话、啊、你接吧接。好，走，咱去蒸螃蟹。喂，媳妇儿啊，我抓着两只。嗯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都吃，我一个都不吃。啊，我不吃，啊？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，让他们来吃螃蟹。不是，那他们一人一只，你咋办？你不吃，给他们吃。多好的儿媳妇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让我媳妇吃上大闸蟹。顺风啊！哎，顺风，把螃蟹拿过来。哦，拿过来，来来给我，来来来，来，怎么了？顺风啊，哎，小姨夫，我刚才讲的故事啊，你感没感动吧？我感动了，挺感动的。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，你感不感动吧？我特别感动。对，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，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？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？把螃蟹给我一只。哎呀，行了，没事。咋的了这是啊？再给你一只。哎呀，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，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？你怕什么呀？啥五只？不是剩三只了吗？哦，锅里还有两只。哎呦，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。对，有三只我就够了。我跟你说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谢谢，那我走了。行，你赶紧回家吃吧，小姨夫啊。趁着新鲜吃啊，小姨夫。好。行，走了啊。哎呀。太好了，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，还是来送螃蟹的？少说两句吧，我那都给你。哎，喂，媳妇儿啊，完成任务了。嗯，我爸一只，我妈一只，你一只，我这有三只啊。啊？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，一家人都来了。他们几个人啊？仨人，他们也要吃螃蟹啊？哦，好，行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们吃上。哎，顺风，哎，来，螃蟹呢？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，我知道你得回来。哎呀，顺风，来，咱们说一下。你说，你刚才说，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？爸妈一人一只，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？怎么了？上岁数来了，胃不好。哦，极寒之物是不是？他们不能吃。那我你也不能吃。我怎么不能吃？我挺爱吃的。极寒之物，你肚子不是不好吗？是有点啊。啊，有这么句话啊，螃蟹好吃皮儿难扒，最可恨的把嘴扎，弄不好他把肚子拉。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？这什么？你想要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要？我你这仨螃蟹，你吃了不拉肚子？
谁说我吃？我不吃，我给我媳妇儿吃。我媳妇儿吃了以后，她拉肚子，就没时间管我了。我站起来了。你看这小姨夫，哎呀，你今天到底行了，钱顺芳，少说两句吧。你这样，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。行，是吧？小姨夫，拉走。再说了，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，吃完万一拉肚子。没了。哎，盒我也要。盒你也要啊？你要盒干嘛？好拿。哎呦，我给你装上，小姨夫，来吧。盖儿呢？盖儿拿回来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得整个包装。我明白了，你这是拿两只大闸蟹到我们家来钓螃蟹来了。什么呀，二米？哎呦，顺风，哎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对我太好了，将来我就是做了螃蟹，不是，我当牛做马，我也要感恩你们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小姨夫，行，快回去吃螃蟹吧。啊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太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二米粒儿，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。哎呀，我尽量给你保住吧。那我看够呛。喂，媳妇儿，完成任务，六只全找着了。对，我爸我妈不吃，他不吃我忙活这么半天。我爸说，什么，要给我爷爷奶奶吃，他们舍不得吃。我爸我妈舍不得吃，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。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。传统美德不能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没熟呢。哎呀，管他熟没熟呢，咱先吃了拉倒。快快快点快点，快住口。听我说，螃蟹呀，是极寒之物。哎呀，小姨夫，你到底想怎么地了？哎呀，小姨夫啊，这现在不是极寒，它极热呀，烫嘴呀，你也要啊？我的天哪，小姨夫，你平时不是这样，你咋的了你呀、啊？你是不是有事儿？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。哎呀，他有啥事儿啊？你听我说吧，小姨夫啊，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，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，小姨肯定也想吃。你没看见吗？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，他一只一只往回要。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？咱现在生活好了，又不是吃不起。再说了，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，对不对？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哎呀，你这么个人呢？行了吧，那小姨夫是最注重心情的，平时挺敞亮的。敞亮啥呀？小姨夫，我跟你就是馋了。哎，小姨夫呢？吃大闸蟹去了呗。去，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？我是送大闸蟹的呀，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？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。我跟你说，你行了吧？这小姨夫平常对咱们那么好，什么这么好？说话怎么这样？二米粒儿，螃蟹真没了。钱顺风，一只都没了。你们上当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。开什么玩笑？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，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。哦，哎，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，我就想往回要，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。我找到答案了，你们心里有我。心情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走了。不是小姨夫。小姨夫，你把这拿走，要不你怎么办？我家里有。哎嗨嗨，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。这我还错怪人家了。你说你这张，哎呀，不就是个大闸蟹，你说我钱总至于？钱总在家吗？哎哎哎呦，小邓来了。钱总，小邓。哎呀，你咋来了呢？您就收下吧，行吗？张总非要给我，让我给你送来啊！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，可金贵了。嫂子，赶紧蒸上，你们俩尝尝鲜。别！另外呀，张总知道您岳父特爱喝这光凉酒。哦，这光凉酒是好喝不贵，驱寒暖胃。哎呦，你看这张总这不好意思。钱总，几只螃蟹不算什么。张总跟我说了啊，你们哥俩呀，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，更是邻居。是，与邻为善。
以邻为伴呢。行了，钱总，嫂子，东西我送到了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行嘞，行嘞，再见。哎，小邓，再见啊。好嘞。坏了，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。哎呀，小姨夫，小姨夫，哎呀。